各位凡人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弃世者吸收了我们绝大多数的部队，你们去消灭对方后卫，德沃斯交给我，莫忘职责。德沃斯，以前你曾是忠诚楷模，现在却率领着弃世者。你盲目的寻道而行，为所有人带来灾难，是你逼得我无从选择，只能起身反抗。弃世者，别让凡人来干扰我们，你躲不掉的。别想活命！你们不可能获胜！德沃斯，你要明理，齐瑞安必须团结一致。有你领导就不可能，弃世者会为生灵堡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。长久以来，以服务尽责的大义告诉我们要净化自我，要放下过往记忆，抛开身份以及我们爱的人。但是我们侍奉的又是什么？是无力的审断者和不公正的律法。我们的牺牲毫无意义。你们会在这里终结。我失败。我们牺牲是因为这是必要的，凡人的负担只会妨碍我们的神圣职责。不对，揭露你那些律法愚行的就是凡人。Thank you.
不要，我还能战斗。当我一探乌色的记忆，眼前所见令我大为震惊，而你却拒绝正视事实。我们的道路有瑕疵，我们侍奉的只是谎言。于是我倾听言语之主的话语，终于明白你与其他人把不公义的意志强加到他还有我们所有人身上。我们作茧自缚，而他想要拯救我们，因此我愿意效忠他。我为你的背叛万喜。者接受自己的失败吧，我侍奉的是更加远大的力量。你的长矛在我手中，这里由我控制，我会打造出全新的楷模来领导奇瑞安。德沃斯，言语之主扭曲了你的心智，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阻止你。逝者的时代即将来临，生灵堡的力量是我的了。消失在雾气之中吧，用这把长矛击倒他。者的长矛在不行，必须放弃。德沃斯，言语之主的阴谋从内部彻底分裂了奇瑞安的整体性，一定要导正这点。长久以来，我们深信身为凡人时的记忆是种负担，只要摆脱就能善尽职责，而今天却是这些凡人为我们带来了胜利。我在此致上谢意。在击败言语之主之后，奇瑞安有许多议题需要好好讨论。